20周年呢，最后给大家看一个奇怪的小礼物哈。是蔡康永，人可以选择流行，人也可以决定流行。台北选择了什么样的流行呢？台北的流行跟别的都市有什么不同呢？很少有人去学习模仿美国漫画的。青少年对于流行的认定，往往极端而且坚定的。你也会有这种动作？今天晚上10点，中天综合台《超人气》来了。